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肖恩。距离环太平洋上映已经有整整十年的时间了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款在影片里面非常具有辨识度，产自我们中国江苏常州，拥有三只手臂的红色机甲暴风赤红。此款也是由开天工作室联合重机型所打造，机甲的高度约32厘米，身体的内部有大量的合金成分，在上手后有很明显的重量感。暴风赤红在影片里面是我最喜欢的机甲，它是由三胞胎唐氏兄弟所驾驶，每个人分别控制一个手臂，这也是为什么它有三只手臂的原因。三只手臂上分别配有三把钛合金刀片，可以形成雷云阵型，非常帅气。玩具对于影片里面的发光机构也有非常棒的呈现效果，除了眼灯以外，肩上的喷口以及背后的三只推进器都内置了灯组，并且在推进器上也配备了火焰特效件。它在影片里面的戏份很少，不过当你近距离观察玩具后，就会发现影片里面很多容易被忽视的细节。首先就是它全身赤红的机甲上布满了大量的中国元素，其中也印有它所击杀的怪物数量以及暴风赤红字样，同时机甲上的金属涂装也十分出色，在边缘处也模拟出了银色掉漆效果。细节方面，机械内构的体现十分到位，从避震弹簧到液压管的刻画都完美还原了影片。不仅如此，此款机甲的把玩性也很棒，解锁让位结构后会有大幅度的延展性，脚底部与地台之间伴有磁吸设计，边缘的探灯同样配有磁控光源，并且每根手指的关节位置都做了独立分件，而整个左臂可以将利爪变换成刀锋锯齿，可变形结构也是厂家给玩家所带来的另一种把玩体验。相反，两只右臂的锯齿刀片是以替换件的形式所体现的，内部配有轴承，会使转动更持久。怎么样，兄弟们？这款开天工作室的暴风赤红帅不帅？机甲绝对是男人的减速带。我们现在也给它还原一下在影片里面下的暴雨和怪兽战斗的情景。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